这个很可爱，哇，很多哎、欸，几个？九个，然后有三个图案，每个图案有三个，它就是个迷你资料夹，它是笔记本，很可爱的，来看看，没有东西啊，为什么那么素面？它有贴纸可以贴，哦，这个封面你可以自己设计 ，Easter Bunny， 因为台湾很少，它是一个系列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开，对，而且居然可以在百均买得到哦。我们今天要开箱的是我们在韩国大创的十选可爱文具一弹。对，因为真的太可爱，所以我们分上下两集。对，在影片开始之前要提醒大家，很多观众说没有收到影片通知，其实我们每天都有更新影片。如果没有收到影片通知，应该是你们忘记按下订阅还是那种说通知。对，按下全部的通知就不会错过每一支更新的影片哦。我们每天晚上7点更新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词。那我们开箱吧。第一个，我们开这个，这是便利贴，然后非常的可爱，因为它有格子，有豆豆，我们觉得非常的可爱。然后它很适合做手账，韩币 1000，大家可以自己去换算成台币哦。这就不拆开了，因为这个就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而已。大家看一下每个纹路细节。它有线条的，然后有渐层色的，然后有点点的格纹的，然后还有这种晕染的感觉，其实蛮实用的。这样子一包就有这么多的花纹可以用。第二个是这个长得很像漫画风的那种对话框的便利贴，就很可爱。它也是1000梦，也是很适合手账，很适合那种写日记的。来下一款，哦，下一款就超级可爱。我们不小心，对，它有两款，我们本来是只要买一款的，不想买两款，应该是我们两个想要的不一样。可是我丢这个进去，然后你以为我没有放这个，你就放这个。对，所以我们就都拆开给大家看，这个很可爱，哇，很多哎、欸，几个？九个，然后有三个图案，每个图案有三个。这三个图案，然后大家知道这是做什么的吗？它后面有这个胶可以撕下来贴在笔记本上，就是个迷你。你就可以在你的笔记本上面多出一个小口袋，然后我们觉得超可爱的，两面都有附背胶，然后这个是这样子的，然后第三个图案这样子，然后侧面的开口都是这样子，给了夹的感觉，一共有9个，然后1000汪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设计吧，第二个设计也是很可爱。对，第一个是这样子的，后面都有背胶，然后它都是从侧面这边打开的。第二款，每个都是说 I will hold it， 每个图案有3张，很可爱哈。而且这个我在日本大创没有看到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可爱。韩国的这种小东西设计很可爱，很会设计。对，很会设计。来下一个，超可爱的便条纸，它有两个种类，它是像写手账，你看哦，1000汪，然后它可以这样撕起来，有三个种类，然后它一共有75张，那每个图案是像这样子的。非常适合贴在手账本上面，像书本一样，这样子可以翻的。嗯，然后就说哦，我想要中间这个，我就讲后撕就可以这样子，那我撕起来。然后它中间有粘吗？哦、会呢，其实它很大一张哎，几乎整张都可以粘，然后只有上面这一块不能粘而已。来粘粘看，粘的范围有半张以上。下一款，它有两款，我们两个都买了，因为真的很可爱。它也是这个样子的，第一款，然后第二款。第三款，然后一样是可以，也是1000汪，它就可以这样子贴，贴了之后可以写你的手账，超级可爱的。下一个是这超可爱，这是色纸，而且它是那种折很可爱形状的色纸。你看，我们可以做安静书，哎，做像游乐机，然后里面撕开还有糖果，然后这个是像药包，这个是便条吧，然后小信封，背后是这个样子的。那也是1000汪，4个种类，然后一共有24张。然后第一张是这个纸 ，A 是这样子，它有告诉你实线跟虚线 ，B 是这一张，然后 C 是这张，那这就是4张可以做一个东西。这个是另外一个材料纸，它做出来会是这样子，信封，它上面就有宫格。然后这个是药包药丸组，做出来会像这样子，中间有药丸的药包。这个是信封，各附了3张。这个的话做出来会像这个一样，不会韩文也没关系，它内页有教每一种类的制作方式，都很仔细。你看它这样教你，最后完成小药丸，然后装到你的药包里。这信纸方式也有教，就是跟着这个步骤，这样就画过来，就完成了。这是糖果机，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步骤制作，要摆糖果进去。
这个纸他也都有附。最后是这个，他步骤都非常仔细。最后他做出来会像这样子，可以翻页的一个小本子。下一个我们看这个，它是笔记本，很可爱的，来看看。没有东西啊，为什么那么素面？它有贴纸可以贴。哦，这个封面你可以自己设计自己贴，是不是？那我想先看内页。一个礼拜7天的计划，是不是？这是时间计划表，这种东西很少看到。然后这个是土度历史之类的嘛。然后这个呢是什么？进出账吗？它就是多功能的。怎么后面都是这个？对啊，怎么都是记账本？这个才是正面吗？这个才是正面，你是不是逢反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反正这个才是正面，然后它有这个格子可以做手账，整个都记账本啊。但是这应该才是正面啊，然后它送一些小贴纸可以贴，就是有点你可以自己设计你的手账本封面的感觉。真正每个人独一无二，可以这样子。哇，应该贴好了，像这样子。但是我觉得这边有点空虚。它数字吗？这样看起来像个保龄球。哇，你的生日可以啦。好了，完成了。下一个系列我们要来开这个 Easter Bunny， 因为台湾很少。它是一个系列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开。对，而且居然可以在百均买得到哦。这个2000won，然后它是一个可以放车票套的一个小钱包，我觉得这个日常用品吧，算是哈。然后这个的话3000won，它是一个笔袋，或者是多功能袋，看你想要当什么都可以。给大家看一下里面，这样子的，所以多功能袋啦，看你想要装文具用品或什么都可以。对，充电线什么也可以。然后这个是像那种泡泡贴纸的那种吊饰，很可爱，它可以这样子吊在这种上面，就是一个配件的感觉，这样过超级可爱。1000won两盒。所以一个500won，然后再来这个超可爱的吊饰，这个是一个1000吗？对，一个1000这样子两个这样子，而且它这个后面还有这个底很好看，那个背景纸的感觉。它这样子可以勾在你的书包上面啊，当装饰。哦，它是把图案夹在中间，这样好，不会刮。对，它双面的耶，你看。不会刮坏，很好。它反来反去，它也不会变成背面白色。它一个1000won，做工做得非常的好，这一个也是非常的可爱。而且伊瑟邦尼台湾真的很少，而且有也是不便宜。好可爱，它是软软的，然后有两面的。也是有两面，挂在包包上什么都不会有问题。对，就是你可以挂在你的雨伞啊，或者是包包啊，就不会跟同学搞混的，就会知道这是你的。因为有时候便当袋什么，大家都有的会很像。这就是我们在韩国开觉得非常可爱的小文具第一弹。对，我们觉得韩国大创真的是超好逛，大家一定要来逛。那些大创也可以进印星迷迭。哦，对，有两种机器，从你手机印出你的照片什么的、啊。对，但是我们没有印啊。大家如果想要来韩国第一饭店，可以直接订红大，因为这个代售超好逛。对，它是整栋 的，而且我们还听到日本人说，这真的是大创吗？对，因为他们逛到美妆那一层，然后那一层卖很多化妆品、都保养品，然后还有品牌，他们觉得大创会卖这种东西吗？因为日本大创保养品很少，它不会是有品牌。还有一支影片是拍韩国大创逛整栋店的详细介绍，大家如果对大创有兴趣，可以再去看其他两支影片喽。然后我们还会有第二弹，大家也记得来看看哦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分享订阅，我们每天晚上7点多影片，周一直播，周四秀。对，欢迎按下小铃铛的所有通知，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影片。对，那我们就明天晚上7点见咯。拜拜。这个真的很可爱，有没有？那这车票都有够可爱，你就像 B 一个兔子。在韩国的那个大创真的很容易瞎买呢，而且你会在里面莫名其妙，哎，怎么一个小时？对，真的太多东西，太好逛了。我们没有业配哦，大创可以来找我们业配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很喜欢大创啦。拜拜。名牌吗？你在出名牌吗？要签这个数字才会中乐透吗？11月27跟7月12，我们两个生日啊。Oh, OK， 好。